对于大多数伴有皮肤松弛的眼袋客户，我们需要做外切口。所谓外切口呢，就是沿着睫毛根部从内眼角一直到外眼角做一个切口，切开以后分离到脂肪的位置，把多余的脂肪取出来，然后再去除多余的皮肤和肌肉，然后再重新缝上。因为这个切口呢，虽然坐在外边是能看到的，但是呢，坐在睫毛根部非常隐蔽，时间长了就非常不显眼了，不仔细看是看不到的。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，特别是对于年纪稍微大一点的、伴有皮肤松弛的人，应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。